我好像忘记了有一个摄影 vlog 没讲。就是周末啊，天气非常好，我跟一个小伙伴去越秀公园，用我的 GFX50R， 然后加上 Xpen 90mm 的镜头，平平无奇的拍了一点照片。注意一下，本期的所有照片都不是这个海鸥相机拍的。你以为我买 S Pen 镜头放在 GFX50R 上面就是为了拍 S Pen 的视角吗？并不，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它没有裁接时候的样子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暗角、它的黑边几乎是没有啊，那就非常非常赞的这么一个小巧的一个搭配。当然拍运动的时候还是挺难的，然后我发现拍人呢还是会比较的糊啊，快门速度还是要提高点，最好还是要上架子。那具体的评测呢我会慢慢再来，毕竟 GFX 要拍慢点嘛。